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听我念三皈依。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明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阿舍离存念，我弟子妙音，时从今日乃至命存，皈依佛陀两祖中尊，皈依大摩利欲中尊，皈依僧伽注中中尊。请看大经科注第533页第四行第二句看起，愿我智慧光是诵仪之文啊。在唐仪呢，则为愿获如来无量光，据此这智慧光就是无量光。且弥陀虽列了十二明，就是十二光明，实则夜夜明众，均原是于之光德，故知智慧光就是无量光，就是无边光、无碍光、无等光、常照光、清净光等。这十二个名称我们到后面会念到，每一个光明都包含其他十一个光明。相融相济。啊，这是赞叹的。自信本具光明之德。是故下句即普照十方常，无量光横遍十序啊，这是说的空间，无差不照十方世界，无量无边诸佛刹土，佛光全都照到了，一个都不漏。且此光明即是智慧啊，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佛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一切众生皆由如来智慧得相啊。六祖慧能大师在《坛经》里面告诉我们，他开悟的时候，第三句话说的是：“何其自信，本自具足。”啊，具足什么？他没说。啊，可是佛在《华严经》上
这一句话了，把它补出来了。具足如来智慧德相啊，这一句话就是大圆满。从能生能现的自信，到所生所现的法界啊，能大师幕后一句话说：“何其自信，能生万法。”啊，万法就是全宇宙。光明遍照啊，也是智慧通达，是自性本有。我们对于这种事情，就是自性本具的般若光明，要有信心。啊，学佛的人常年不能开悟，原因在哪里呢？对于这些经文所说的没有信心，啊，对自己生生世世所造的这些业障、习气、烦恼，乃至六道轮回的果报，有信心。啊，为什么呢？死了还要造啊，永远不间断，就是他有信心。那么对于了生死出三界这个事情没有信心，认为这个只有佛菩萨才能做到，凡夫做不到，所以凡夫穷年累劫的学佛不能往生，不能证果。连个小果须陀环都不能证，这个问题严重啊！我们要怎样突破这个难关？没有别的，就是建立信心。人生在世，最大的障碍就是丧失信心，因为这个障碍把所有一切善法全障了，啊，事出世间善法都不能成就。古人修学事出世间法都有成就，我们在历史上看到的啊，什么原因呢？他有信心，对佛所说的话相信，不疑惑啊，相信我们自己跟诸佛如来是一个自性。啊，同样的智慧德能相好。啊，为什么人家今天住暴徒，我们在六道搞轮回？要认真反省啊。
要认真回顾，把信心找回来。啊，安住在信心上。真正相信生佛一体，生佛不二。啊，佛今天用真心，我们用妄心，所以跟佛不相应，得不到佛力明显的加持。啊，用心错了啊！现在量子力学家告诉我们，念力的能量啊，不可思议，能改变宇宙间所有物质现象，这么大的能量啊！我们对于科学家这个话能不能相信，实在是半信半疑啊，还是不能接受啊。接受了就真能解决问题啊，那么一切意念，现在我们明白了，致敬、至善的念头，无过于阿弥陀佛啊，念佛的名号。确实是积功累德了，断恶修善最具体的方法，最有效的方法，最快速最稳当的方法啊！再找不到一种方法了，能超过念阿弥陀佛。我们对这个信不信呢，也是半信半疑啊。为什么真心的人呢，死心塌地念这句佛号 啊不相信的人，有的时候想起来了念几句，念几句就忘掉了啊，这就是证明信心不足啊，半信半疑。佛想加持你也加持不上这个世界。是中国古人讲的，子不教，人心坏了。这个意思是说，对于下一代，没照顾好，没有教好，人心就会变坏。啊，家不齐，社会乱了啊，那现在家根本就没有了。在这个社会跟中国家有些相似的地方啊，像中国古代家那个样子，就是今天所说的社团啊，社会团体，寺庙也是个社团，
公司行号也是个社团。啊，这个社团里头你去观察，他有没有道，有没有学，有没有事业，啊，有没有道风，这通通没有了。现在所有社团里头只讲要求一个，就是利啊，怎样赚钱，不择手段，只要赚到钱，目的就达到了。这就是他们的道啊，这就是他们的德。他们的学，他们的业，全是为一个目标，财色名利。这是中国古圣先贤所说的，不是正道啊。在佛法里头，它不是正法了。啊，什么是正法？对自己清净平等觉是正法，对众生四摄六度是正法，释迦牟尼佛一生所表现的，讲经说法49年，啊，讲经说法，目的是什么？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这是正法。啊，正法没有了。反面的邪道就出现了，真没有了，邪就出现了啊，邪法取而代之，众生可怜呐！啊，邪法要是昌盛，社会一定动乱，灾变一定非常的繁多。啊，国报都在三途，所以你要看清楚啊。你不忍心啊！大圣大贤，诸佛菩萨不出世，众生业障。啊，佛菩萨圣贤出世，没有人认识。
不是真的佛菩萨不出世，佛菩萨出世没人认识啊，时间很短他就走了，离开了。这些事实真相我们不能不知道，我们没有能力帮助广大群众，至少要懂得帮助自己啊，一个人，特别是遇到净土，遇到净土真的是遇到宝啊！你能够紧紧抓住，你这一生成就了。成就之后，再等待因缘帮助众生啊，那就是什么时候众生有能力辨别邪正，有能力辨别是非，这个时候佛菩萨圣贤就出现世间了。啊，那么这个就是所谓的时机因缘。佛菩萨出现在世间，他的起心动念言论行为，那就是无量光明普照大地。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离苦得乐。啊，苦完全是从迷来的，迷了真苦啊！啊，乐是从觉悟来的。知道正法好，学习正法，乐就来了，叫法喜充满了。啊，不认真修学，得不到啊。一个人修学，一个人得到；十个人修学，十个人得到。啊，在今天这个时代，印光大师讲得好，小道场不要超过20人，个个成就啊。啊，带头的人，身体力行。啊，自自然然能够彻底真实感化这10几20个人。这个功德不可思议。一个人回头，一个人成佛。20个人回头，20个人做佛去了。不可思议的功德啊，小道场即大功德啊，大道场不行，人多念头杂，事情多，障碍修行。啊，我们的目标
不是名闻利养，与人无争，与世无求。我们只求念佛往生，不求别的。啊，所以道场越小越好。啊，弥陀的光明就是智慧，所以能够照破众生无明垢暗，把众生一切错误的看法想法都照破了。啊，佛光在哪里？供佛的场所，佛放光；讲经说法的场所，佛放光；我们为什么没接触到？为什么毫无感触？佛光要清净心就能感受到，不能感受是我们心不清净，障碍不在他一边，在我们自己这一边。我们用清净心见到佛光，用平等心就感受到佛光。如果有觉悟的话，那就其如佛光，跟佛光合而为一，智慧开了啊！再看下面这一首，除垢济难，消除三垢名，名记众恶难，卸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啊。这首讲得好啊！啊，消除三垢名，名即众恶难。啊，注解上说的，三垢，贪嗔痴。三毒之一名，名者无知也。啊，名是表无知。啊，三垢，垢是染污，最严重的染污。啊，也是三毒的别号。啊，贪嗔痴三毒。啊，学佛要把贪嗔痴放下，真学佛，把贪嗔痴放下，这个人是真念佛。但是我都放下了，为什么还没有感应呢？啊，实际上他并没有放下，自以为放下了。啊，我不跟人争名争利了，是放了一点点。那自己呢？这个身心呢？有没有放下？没放下。啊，对于日常生活啊，还是要很考究，还是贪图享受。这种贪图享受是多生多劫不知不觉的习气，
非常不容易放下。有这个念头在，佛号就念不好。啊，他障碍你念佛，障碍你清净心，让你念念想着你的喜欢的这些享受，把佛号就丢掉了。啊，每天吃的穿的啊，用的心都放在这些方面的，没有放在佛号上啊！啊，真正放在佛号上的，像地牢那个出家的徒弟锅炉匠，他就是真的把佛号放在心上。这个人成功的秘诀就六个字：老实、听话、正干。他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他不认识字。没有见过场面，人情世故什么也不懂。啊，像乡下不过不往晚的这么一个穷人，啊，生活比叫花子好一点。啊，在过去旧社会里头，把人分很多品类，啊，最高层的是帝王，啊，王公贵族，最下等的就是乞丐，啊，锅炉匠比乞丐稍微好一点。所以他学佛了，他尝到人生真正的苦头啊，没有享受到人间的福报啊，没有啊，他没福啊。啊，学佛出家，住在一个破庙里头，这个破庙人家废弃的不要的，没人住的，啊，他住在这个环境，有一个在家的老太太帮他洗洗衣服，烧年顿饭，他感觉到这个福报在天上掉下来的。啊，不再为一时操心了，奔走了，心就定下来了。啊，师父教他念这一句阿弥陀佛，念累了就休息，休息好了接着念，不分昼夜。他听懂了，他真干了，干了三年，他真成就了。对啊，不难呐。啊，三年真往生了，欲知时至，站着往生。啊，他来为我们做实现，为我们做正转。啊，世尊三转法轮，最后是做正。
我念佛往生给你看，证明给你看，往生是真的，不是假的，而且3年成就。啊，3年之前他根本不懂什么叫念佛法门，一生都没搞懂，没人跟他讲啊，讲了也未必懂啊。老和尚叫他念这一句南无阿弥陀佛，会不会念？行，这个会念啊，那就行了，你就念这一句啊，老老实实一直念下去，将来必定有好处啊。什么好处他也不知道，他老实他也不问，你叫我念我就老实念。3年时间不长啊，大成就了啊。啊，一切万缘真正放得下来，就一句佛号啊。啊，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就这么殊胜的成就。啊，锅炉匠怎么成就的？锅炉匠有信心，坚定的信心，这是他对地贤老法师的佩服，对地贤老法师的信任。老法师所说的绝不会欺骗他，绝不害他啊，一心一意，其而不舍，他成功了啊。居舍论语，一诸无知能复舍矣，舍矣是真舍矣，宇宙人生的真相啊，宇宙人生的真理啊，即障真见，愚痴的人看不到真的东西，他所看的都是邪的啊，把邪当作正，把正当作邪，这叫颠倒啊。把邪法当作正法了，正法当作邪法啊，所以这叫明啊。啊，死了以后，这些人多半在地狱，冥中之冥，叫幽冥呢。幽冥是指地狱，冥者，显也。啊，明是光明。智慧光明照耀他就显了，就清楚了。备，备是圆备，圆满具备啊，神
啊，甚是非常明显。啊，这个明显是说他的智慧现前。啊，成也。叫明有这么多的意思。啊，成就了。继者是度也，就也。阿弥陀佛，佛光来投他了。啊，今天我们在全世界提倡宗教要回归教育，啊，宗教不仅仅是信仰，啊，信仰要有理论做依据。经典是理论，啊，经典里头有方法，把事出事前、性相、离世、因果都讲得非常透彻。啊，所以明记这个明，啊，显理，啊，背就是自信本具的。智慧的相，这四个字把宇宙之间万事万物都包括进了。啊，这样我们才能够自己救自己，真正在六道里头醒悟过来。明白了啊，六道轮回是怎么回事情，搞得清清楚楚。我们才会真正下定决心要脱离轮回。啊，轮回真正是一个苦海。我们帮助自己成就自己，我们也要帮助别人成就别人。啊，帮助别人，佛在经论上也在告诉我们，啊，帮助有缘的众生，让他们得度，帮助无缘的众生，在阿赖耶里面种佛法种子，由此可知，佛家讲的这个缘，意思圆满具足，一法都不漏。为什么？一切法不离自性。从自性上来说，没有一法跟我没有缘。啊，缘的前身不在我这边，是在他自己。他自己烦恼习气重，缘就浅。为什么不相信啊？不能接受啊！啊，烦恼习气不缘就生，遇到什么
他相信。啊，我们遇到中国有一位，也是一位作家，共产党员，绝对无神论，他不相信有神，啊，没有宗教信仰，他告诉我。他接触过几次灵媒附体的，最初呢好奇，以为世间怎么会有这种事情啊，做了多次访问，发现呢这个附体是真的，不是假的啊。为什么呢？他说出那些话，说出一些道理，绝对不是农村妇女能讲得出来的。农村妇女不认识字，没有文化，啊，怎么能知道外国事情？啊，是外国一个灵附在他身上，啊，说出他过去经历的事情。有一些在历史上能查证得到的啊，他一生没有离过他那些老家的地方，他怎么会知道这么多啊？接触这几年之后，他告诉我，我现在变成一个真正有神论者，哎，亲身经历啊，相信真有鬼神，相信人死是身体死了，灵没有死。啊，他遇到这个灵附身的这个灵，是2000多年前外国人。啊，死在中国。啊，说出当年那些事迹。啊，让他非常惊讶。啊，真正用心去调查，发现是真的，不是假的。灵鬼这些事情，不是亲身经历，很难相信啊。章太炎先生当年在世，做过东岳大帝的判官。我们这里供养中东岳大帝的像，站在那一边的，左手的那就判官。啊，判官的地位相当现在的秘书长，权很大。他是代理，只做了一个月代理，大概是判官有事情不能事事，把他找去代理一个月。啊，他白天在世间，晚上就到东岳大帝那上班。东岳大帝是大鬼王，啊，古时候人说了，他是五岳之长，啊，实际上他是统治全中国的。啊，现在有人说他统治是整个地球。他到底是什么地位，多大权势，
我们不得而知。啊，但是中国这么大的范围，分为五个五岳。啊，大概每一个鬼王管差不多六七个省吧，管这么大的范围。啊，如果是东岳为首呢，我们也能够相信，那就是他管辖的是全中国。啊，其他的四个，啊，南岳、西岳、北岳、中岳，啊，是管一部分。啊，章太炎先生，我们相信他不会说假话。这个故事是早年我初学佛的时候，我跟章太炎老先生的女婿很熟。啊，他的女婿啊，我在他面前是孙子辈，他大我39岁。年轻也是个学科学的，不相信鬼神这个道理。啊，老业障给他说阴曹地府的事情，他听得很有像听小说一样，没有把他当作真的。啊，他小时候还亲眼看到过，啊，跟我讲了一个故事，岳飞。啊，他们住在乡下，乡下另外一个村庄也是大户人家，书香门第。啊，他考取了举人，没有出去做官。啊，家庭环境还过得去，父母年老了，他在他孝养父母，不出去做官，有名的孝子。啊，在这个地区大家对他都很尊敬，啊，一个读书人。啊，他这有一天中午睡午觉做了个梦，啊，听到有人叫门，他就出去了，说做梦，梦中啊，出去开门，也看到一个人牵了一匹马，手上拿了一个信，一封信，上面写着他名字。啊，告诉他我们家里大将军啊邀请先生啊请他上马。他说我一生呢没有交接过这个五人啊，我不认识哪个将军。他说名字，那名字跟我可能是像同名同姓吧。这个人就催他，那你就上马去好了，去一趟你就晓得了。他就上了马，感觉的这个马不是在地上走，像在空中飞行一样。啊，过了好一会到了。到了之后看到这个很大的宫殿。里面很多人交头接耳，好像在谈论什么大事情。他就打听这将军府的将军是谁，人家告诉他是岳飞。啊，他立下惊一下，那不行啊，岳飞那是鬼，都不是人了，那我不是死了吗？我不能死啊。我上面还有父母啊，这个太太还年轻，小孩很小啊，我怎么可以死呢？不行啊，不能啊。啊，过了一会岳飞升座了。啊，这是岳飞召集的会议。他
讨论北伐啊，打这个金兵啊，就是满清的，满清的前人是金的，来讨论这桩事情，写信请他了来担任好像秘书的工作啊，请这个巨人担任。他说不行，我家里是，他说没有关系，我们出发出兵呢大概还有半年的时间啊，我现在送你回去，你料理后事，半年之后我们出发了，我会派人来接你，时间约定好送他回去。他对于岳飞非常尊敬啊，尽忠报国，所以心里盘算着人总是要死，死了跟岳飞呀也不错，也很光荣啊。啊，回家去真的办理后事，把这事情告诉父母，父母说这是梦啊，这不是真的呀、啊。哎，他说不行，这不是，这个梦不是平常的梦。啊，约定的时间到了，他还请了很多亲戚朋友来告别。啊，摆着宴席请他们吃饭。啊，时间快要接近了，就告诉大家。啊，我要走了。啊，很多人奇怪，身体很好，一点毛病都没有啊。啊，谈笑风生呢。啊，宾客有20几个人啊，在乡下的朋友啊。啊，都来看这个事情。啊，时间快到了。他跟他爸爸讲，他说接我的人在门口不敢进来。啊，他爸爸在诉苦啊，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要靠他养老，你怎么可以忍心叫他离开我。啊，最后还是他自己劝他父亲，人总归有死，人死能够跟到岳元帅，这也是很光荣的事情啊，家里一切都安排好了啊，请他父亲答应，他父亲叹了一口气，好吧，他就断气了啊，真走了啊。他告诉我6个月之后满清宣布退位让位，他说世间人改朝换代，鬼仙去打仗了啊，岳飞在轨道这个事情，朱老居士到晚年完全相信了。啊，这个事情他亲自看到的，他也去参加，他那个时候大概将近20岁，听说这么一桩事情，很稀奇，啊，他就看。啊，好好的一个人怎么一下就走了。啊，那么他一生遇到的事情很多。啊，真正相信佛法告诉我。抗战期间他在四川。那个时候他的职务是四川西康两省的税务局长。他是学财政的，
抗战胜利之后，他是浙江人，回到老家担任财政厅长。啊，我们在台湾认识的。啊，他把我们当小朋友看待。啊，讲这些故事给我们听，都是亲身经历，不是从哪里看的、哪里听的，啊，是编出来，不是的，都是亲身经历的。啊，《了凡四训》这本书，就是他送给我的，我当时好像用2个多月的时间看了30遍。啊，一遍一遍的看，非常受感动。啊，所以我深深体会到，读书千遍其义自见。遍数少了，没有用。对你影响不大，变数越多，影响力越大。啊，古人用心，无论是出家在家，啊，出家对于经教典籍都下了很深的功夫啊，一心专注啊，所以才能得三昧，才能开悟啊。悟了之后讲出来的东西不一样啊，真有受用。啊，铭记这2个字的意思，深广无尽，与会书本作广记。啊，故知铭记就是广度的意思。啊，广度众生啊，啊，阿是障碍，是缠缚，是灾难。啊，这个难呢，有苦难、灾难、困难。故此二句，前摄即为消除众生贪嗔痴三毒之垢暗，广救种种痛苦与灾难。啊，恶难众多无数。故曰中恶难。我们先前所遭遇到的是历史上从来没有的这么多的灾难，这么严重的灾难啊！你要问从哪里来的，这佛经上讲得很清楚，你要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啊，古人能相信，所以灾难能得到控制。现在人不相信，灾难得不到控制啊。那么现在人相信科学，科学实际上又解决不了灾难
这个问题就变得非常严重了。汤恩比博士说的话，这是世界上著名的学者，没有人提出反对，但是也没有人真正赞成。当年他在世，没有把这桩事情做详细的说明。所以今天人听到这个话，半信半疑。他说只有中国孔孟学说跟大乘佛法能解决。孔孟学说是什么？没人能讲得清楚。大乘佛法是什么？更没有人讲清楚。所以大众对他的话半信半疑，这是正常的现象。不足以为怪啊。孔孟跟大臣都在中国，现在麻烦了，中国人自己也讲不清楚，中国人自己对他没有信心，外国人怎么会产生信心？孔孟跟大臣在文化大革命受到排斥，中国人都不要了，外国人还会接受吗？这真难呐！我们在联合国各级会议上做报告，我们的会友都是各国的精英专家学者听到我们报告欢喜，听完之后我们下台在一起聊天吃饭，就提出问题了就是法师你讲得很好，可是做不到啊，这是理想啊，不是事实啊。这一句话让我真正找到了今天灾难的核心问题什么问题呢？信心危机。如何化解灾难？
如何把社会带向安定和谐？最重要的，恢复对传统、对古圣先贤的信心。不走这个路子，就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啊，人的信心崩溃了。孔孟真有这个能力，不相信了，不用他了。啊，大臣也有这个能力，也不要了，那就没法子了。啊，中国东西太多。太杂了，四库全书从哪里读起？啊，一天给你看八个小时，一天不间断，从头到尾看一遍，要100多年呢。人没有这个寿命啊。啊，所以在这部书里头借取其精华，唐太宗做过一次。啊，从金石子这三种里头啊借取精华，编成一部群书之要。啊，这是四库的精华。啊，这个东西我们将它翻成英文，外国人看到了欢喜，啊，马哈迪长老读了之后非常赞叹，他说几千年以前的人写的这个东西啊，现在还管用，这真了不起啊。啊，我们要把中国东西复兴起来。从哪里下手了？从外国下手。外国人都学了，都喜欢了，中国人才会相信。啊，外国人相信容易，中国人相信难啊。这个有道理。啊，因为中国人遭过文化大革命10年，完全否定，所以没有人相信了。外国人没有遭过这个艰难，啊，这些书给他们，他们愿意看，喜欢看。啊，我鼓励外国人学中国文言文，学中国的文字学。啊，他才有能力直接读中文的原本，不要看翻译的。啊，翻译的意思不是不会，不可能那么圆满。啊，一定要读原，是原汁原味。啊，而且学文言文不难。啊，我早年访问过纽约大学。啊，
英国的牛津、剑桥跟伦敦大学，这个里面他设的有中文系啊，用中国古籍啊写博士论文的有不少学生我在剑桥大学还遇到一个学生用无量寿经写博士论文，就是我们现在用的这个本子，夏联居的汇集本，黄念祖老居士的注解，他用这个本子写博士论文。啊，我问他们学中文用了多少年的时间，告诉我读十三年，我们真佩服 啊三年能阅读中国四库全书，有这个能力，我们为什么不干？不干的原因就是我们没有信心，人家能搞得成功，他有信心。啊，三年，中国文字就没有障碍了。啊，世界要恢复到安定、和谐，灾难要都能够化解，靠什么？文言文恢复了，孔孟学说落实了，大乘佛法落实了，真的像汤恩比所说的，这个世界和平出现了啊，整个地球上的太平盛世出现了。啊，那出现的话哪些人呢？一定有一批年轻的，圣贤豪杰出现在世间了，他们的领导啊，他们来推动啊，现在推动不难了、啊、有高科技帮助啊，啊，国家只要设立一个电视台，啊，邀请这些专家学者，五六十个人够了，啊，每个人在电台讲学，教化全国，教化全世界。啊，各种科目都有，从文字学开始，啊，然后就是群书之要，细说群书之要。啊，对象是全世界的听众，用各种不同的语言播放，各种不同的文字来传递，真正干，我相信一年功夫就能收到很好的效果。啊，人与人的关系好了，冲突就化解了。啊，和谐就看到了。啊，大乘佛法讲到究竟处啊。
儒家虽然说没有讲到究竟的，儒家教我们远离贪嗔痴，佛家要把贪嗔痴灭掉啊，不是远离。比如讲的更彻底、更究竟啊，儒家讲无伦，只讲到人呐。佛家讲伦理，是讲整个宇宙，情与无情。跟我是一体，为什么是一体？一个自信所生所现出来的，它怎么不是一体？一体第一德，信德第一德就是父子有亲。简单讲就是情爱，真诚的情爱。爱一切众生呢，就像自己爱父母、爱子女一样。这是大乘佛教。对于佛菩萨，对于圣贤，对于宗教的典籍，要有真诚心，要有恭敬心。没有诚敬，这些典籍在你面前，你什么都得不到。沉浸是一把钥匙，能开启它。印光大师说得非常好，一分沉浸得一分利益，十分沉浸得十分利益。你有万分沉浸，你就得万分利益。万分沉浸，听到就开悟了，就成佛。不能有丝毫怀疑现在人怀疑成了时尚，成了风气，哪有不怀疑的道理？那不怀疑那算什么呢？怀疑对自己摧毁了自己免疫系统，细菌侵犯你没有免疫能力，你没有抵抗力，怀疑把你抵抗力破坏了。有坚定信心的人，纵然感染病毒，它很快就化解了。中国古圣先贤懂得这个道理，佛法更是把它定在戒律上。五毒，贪嗔痴慢疑。这是六道轮回的根本，这五样具足
你决定脱离不了轮回。啊，真正想脱离六道轮回，这五种根本烦恼一定要断，决定不能有。啊，要知道整个宇宙的真相。啊，这个真相是性有、相无。啊，理有事物，所以佛说，凡所有相，皆是虚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大般若经又说，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叫大乘佛法啊！你了解事实真相，贪嗔痴慢疑才放得干干净净啊！知道这些东西，对自己一丝毫好处都没有，全是坏东西啊！真正远离它了。不再受他干扰了。啊，三毒烦恼，这是因；六道轮回呀，里面的三恶道是他的果报。啊，这两句经文就是教导我们消除众生贪嗔痴三毒的垢暗，要认识它，广救种种痛苦与灾难，那么化解灾难，化解社会的冲突，促进世界安定，社会和谐，全靠弃恶扬善，改邪归正，端正心念，问题就解决了。复知至光，现能明记，这就是汤恩比所说的大乘观用。啊，大乘佛法确实能够帮助这个社会化解冲突，回归和谐，帮助这个地球化解灾难。回归正常。会疏里面说得很清楚。啊，三垢是贪嗔痴，此三垢染心性啊，所以叫垢，就是染污，染污清净心。我们的心本来是清净的，
有这些东西就染污了，贪嗔痴慢疑。还有个就是恶见，所有错误的见解。我们心性里面的清净、平等、光明都不见了，受这个东西染污。这个染污自己造成的，必须得自己放下，没有人能够代替，也没有人能够帮助。佛能做得到的，就是把这个事实真相给我们说清楚，说明白。放下是你自己事情，你自己听了，听清楚了，不肯放下，还是没办法。谁放下，谁得利益，谁就成就了。狗就是染污，令众生盲明。因为心性被染污了，智慧变成烦恼，德能变成造业，相好变成恶报，统统变直了，这就等于盲，等于明，盲是眼睛瞎了，没有能力辨别事实真相。明是住在黑暗的地方，什么也看不见，什么也不知道，成天胡思乱想。这是六道轮回。恶道果报的真因呢，所以是流转因中恶难，流转生死的因。真能放下，就能离开六道轮回。重恶难是其苦，为六趣四生。六趣是六道轮回，四生是四种生态，胎、卵、石、化。动物有胎生，有卵生，有石生，有化生。这四种生态就概括了所有的众生。佛光普流清净，欢喜智慧之德，消除三障之明。佛光道场的建筑是佛光，但是这个道场要有人真正修行，他才放光啊！没有人修行，外面富丽堂皇，里面没有佛法。他对社会大众影响是负面的，不是正面的。他放的光不是佛光。
这个我们不能不知道。佛光是清净的，参学的人、游览的人、进入佛教寺院的道场，身心清净的，磁场不一样啊，生欢喜心。啊，在这个境界里头，不生烦恼，生智慧。啊，这叫消除三障之命。我们在年轻时候，感受最强烈的是张家大师。啊，他在台北的住处不是一个寺庙，不是一个道场，啊，是一个别墅。日本统治的时代，应该是高级官员居住的别墅。台湾光复，日本人离开。啊，这些别墅啊，都是由政府有德望的这些人居住啊，对国家有贡献有德望的啊，所以张家大师就分配这一套公寓啊。进入他居住这个地区，现在人说磁场就不一样啊，纵然一句话不说，跟张家大师坐在一起，你会感觉到时间越长越好。为什么？那是一种享受。这是我早年啊，星期天我一定去会看大师。有疑惑向他老人家请教，有一年我在迈阿密讲经，就是讲认识佛教，现在那个认识佛教就是那一次讲演，八天有翻译啊，所以两个小时实际上只是八个小时啊，八天嘛，每天两个小时。啊，从录像，那个时候没有录像，录音，从录音机写下来成文字，我改过，啊，出版的就是《认识佛教》。原本不是讲这个题目的，是讲《地藏经》大意。我是从纽约一直讲下来，在美国的东面啊，几个大城市啊，都是介绍《地藏经》大意。到迈阿密最后一站，我看到听众里面很多都是美国人啊，不像其他道场是以中国人为主，美国人很少，两三个
啊，我到这边来看的时候，迈阿密看美国人差不多占一半多。啊，我就跟我替我翻译的同学就说，就换题目。那换什么题目？认识佛教。啊，跟他们讲《地藏经》。不太适合啊，给他们讲认识佛教好，到底什么叫佛教？讲了8天啊，其中有3个人，年轻人，每一天很早就到了啊，在讲堂里面打坐。好像都是老修行。那我们有同学问他，我讲就是讲这个认识佛教，他们能不能听懂？他告诉我，他听懂听不懂不重要。他说，那你来干什么？他说，我来享受磁场。啊，这个地方磁场很好，所以他很早来了。那走的时候也是最后离开。很有道理，他说这个话我懂。啊，我在初学佛的时候，喜欢到张家大寺里去，要去享受他的磁场。道场有摄受的力量啊！啊，这个地方居住的人心地清净的，所以有清净、欢喜、智慧，消除三障之命。啊，不用说话。啊，自然有这种强烈的感受。即因即灭了，消灭极地的苦因。啊，极是什么呢？受外面环境的影响。啊，现在外面环境。顺境少，逆境多；善缘少，恶缘多。现在是这样的环境啊！啊，会受外面环境干扰，就很麻烦了。自己要想方法去躲避。啊，凡是扰乱我们自己的、破坏我们宁静生活的，要拒绝。啊，我感到破坏最严重的，我们受害最多的，就是手机。啊，电视、网络这3样东西，家家户户都有，他怎么会不生烦恼呢？啊，真的，念念都引发他的烦恼，启动他的烦恼。啊，他怎么会得清净心？怎么会开智慧？不可能。啊，这些东西天天在
增长你的贪嗔痴慢疑，而不是把贪嗔痴慢疑减少。我们要深知其害啊，没有利益了，只有害处啊。他有权利播放啊，我有权不接受。我能保持一点单纯，应该有，至少有50年，我们不看电视了，不看广播，不看报纸，不看杂志，对这些外援统统拒绝了。每天天下太平啊，我住的这个小区太平啊，不出事情。外面世界与我不相干的，距离远了。每一天所看的是圣贤的典籍。大臣经本，在每天干这些，每一天不离开佛菩萨，不离开圣贤，朋友往来也都是来问道。没有杂心闲话了，没有这些，没有是非人口，身心清净啊，张扬慈悲，我们所求的。所学的、所干的，就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我们所修的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我一生过这个生活，简单的，越简单越好，返璞归真。所以即因即灭了，苦果何止？何止是宗旨流转的苦果，故云广济。我们希望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天天增长，该放下的天天要放下，念念要放下，不要放在心上，放在心上就急了，就急因了。心里面只放阿弥陀佛，除阿弥陀外
超佛之外，统统放下。啊，晚年我依的是一部经，一句佛号。啊，你问我修什么？我就是修清净平等修。啊，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啊，这就是我每天修的。下面，习舍三途苦，灭诸烦恼岸。成上文而言，消除三毒啊，你就立三恶道了。贪是恶鬼道，嗔是地狱道，痴是畜生道。啊，我们远离贪嗔痴，就远离了三恶道，该三途即苦。经文上特别提出来，这三道在十法界里头是最苦的。大声垂慈，愿令舍利。佛菩萨无尽慈悲，这个地方大声是指阿弥陀佛。啊，怜悯众生。爱护众生，啊，劝勉大家要舍利，不是好事情。啊，财色名利，假的，一场空。故四十八愿之首，为过无我道与不多我道。四十八愿第一愿呢，佛把它摆在第一了。第一愿告诉我，极乐世界没有三恶道，没有罗刹，没有修罗。我们这边有六道，他那边只有两道，人天两道。啊，凡身同居土。啊，往生到极乐世界去，将来即是你慈悲心重，啊，在十方教化一切众生。同样道理，十方教化众生，你决定不堕三恶道。啊，这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不堕我去愿呐。啊，阿弥陀佛保证你。我们要深信不疑。啊，这个地方的经文，细舍三途苦，与四十八愿第一愿、第二愿相同。啊，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习到此。